日本 AV 女神山上优雅2015年从 AKB 偶像女团转战 AV 界后，外形甜美火辣的身材让她累积大票粉丝，但最近她过去旧照被挖出，却让网友惊呆了。23岁的山上优雅脸蛋精致，圆滚滚大眼，电力超强，加上小巧嘴唇，高挺鼻梁，就像洋娃娃一般迷人，也难怪是许多人心中的女神。但是男人们准备好要瞧瞧你们女神过去的模样了吗？3、2、1，没错，就是眼前这位皮肤黝黑、牙齿凌乱不整、眼睛细长、鼻子扁塌的女孩。咦，怎么和现在的模样差很大？这真的是同一人吗？也难怪不少网友质疑她有在脸上动过刀。事实上，山上优雅与 SKE48 成员出道后，眼睛已经明显变大，被猜测出道前就已经轻微维修过。但也有人认为，女生追求美丽不是错事，不需要刻意放大解释，依旧力挺她在 AV 界的努力。